就是有一次我女儿回来讲说，看你们好像家里人冷清，都因为家里小孩都大的出去了，然后说啊，养个动物好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养过狗，那狗就死掉就很难过，那我就想说啊，不要养狗。他说那我找上网去找一个好可以养久一点的，他就找了啊，他养鹦鹉，鹦鹉可以活20年，我说好，就好。好乖。那个和尚鹦鹉看起来比较稳重，那个玄凤鹦鹉，玄凤鹦鹉哈，它的价嘛，它玄凤鹦鹉比较便宜。像我们第一次玄凤鹦鹉的时候，那一只只有500块，那这一只哈，只有好像就350块。和尚鹦鹉有3岁的智商，假如说你养得好的话哈，平常训练它，它会讲话啊。可是我们也不是很专业，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训练它讲话都不会讲，它只会自己在屋子里面鬼吼鬼叫。然后因为我常回来讲说，哎 ，baby 好乖哦，它就会在里面讲 ，baby 好乖哦。它会讲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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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去上班的时候，回来之后，然后鸟放出来嘛，然后只要听到外面有人进来的时候，就开始很兴奋啊，然后就一回来，然后这样就把，他就跟我讲话这样子，然后欢迎你回家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很窝心这样子。